有一位这样的存在，他身为女性却身居男寝，名震四海，说一不二。装什么逼呀 ？Hello, it's me。他精通琴棋书画，饮酒与品香的品味更是别具一格。不论在男寝走到哪里，都纷纷引得旁边的男生驻足而视。男生们无一不称其为男寝大姐大。水冷混至今日，靠的不仅是出众的气质，更是独到的品味。拿得好天然的表情。可是近期男寝却中出了一个叛徒。吉他来了！哎哎，这酒都满上了，大家怎么还不喝呀？阿星啊，大家都不敢喝，有人说这酒里兑了水。你这个人就喜欢开玩笑，少废话，这一等酒水该拿来糊弄本老大。果酒当然要选择网易严选荔枝果酒。网易严选荔枝酒，六度微醺，由200余年酿酒历史的江南老牌酒厂酿造，这诱人的香气，喝喝呀、啊，简直爽上天堂。网易严选荔枝酒，味道好几量，现在在评论区下单更有优惠福利哦。网易严选荔枝酒，就是这个味儿。